大家好，我是如哥。小女儿这个头发太长了，今天她姑姑帮她剪一下，看大家剪的觉得剪的怎么样。哎呀哎呀，轻松了。剪的头发怎么样？很好，又漂亮又美，又漂亮又美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如果的话，可在下方点关注。拜拜。又漂亮又美。